我们的会长可以说是逐年的成长，那今天的话，这个成长呢，比过去这个打破了记录，啊，我们成长是 double，内容的话就比以前更丰富。一些大买主也都会来参加我们，在展览期间办的一对一采购洽谈会。今年这样一个展览的效益，应该至少会有10亿美金以上。台湾在这一块是未来，是我们的重点所在。那我们也非常，努力在经营，这样一个平台，让产业界还有这个国外的人士，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平台，有更多的洽商机会。台湾是平面显示器的一个重要的制造的一个基地，随着这些年来一些终端的一些平面显示器的一些devices 的应用，其实都代代的就是带动了这个大大带动了这个所谓这个面板产业的这个发展。那在这个展览里外，我想很多的这些面板的这些设备的制造商跟材料商，那他们提供了一些顶尖的一些这个材料跟技术。那同时，其实我们也有看到一些面板的一些制造商，还有一些服务供应商，在这次 Display 台湾来做这样子一个技术的展示。